都没有替我想，都是我在受的那些苦。对，对他都没有替我想，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。那老公他自己有做些什么动作吗？对啊，他会，他也会施一些偏方吗？还是他会？他很少啊。就觉得好像都是我在承受这一切的压力的感觉，对，有大哭还就是出了医院之后，我就对我就没有往他车子方面走，就自己走另外一边。所以有有啊，就是在车就是在路上就是情绪发泄一下，对啊，嗯嗯，你会说什么比较？我说你可能我没有办法让你有孩子，然后你要不要去找？嗯。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怀孕，公公婆婆反而是给你有支持，还是有那个？他们就没有出任何声音，就是不会多，就是没有多的语言，嗯，就是顺其自然这样子。所以反而公，嗯，所以你比较希望顺其自然，然后老公比较急一点的。是为什么他会那么急？就是因为年纪大嘛。他没有年纪大，他那时候才30岁左右。嗯，就是他可能也很喜欢小孩子，像现在小孩子他就很疼。嗯，对啊。除了难过的，有没有开心的事？像你等到有小宝贝的时候，啊，现在就是觉得刚开始带他也很辛苦，然后现在就觉得。谢谢妈妈天天都陪我。嗯，那你。